各位群贤早安，家人们早安，业力讲师早安。好，对，传师早安，家人们早安，大家欢喜来读圣训。当清晨的钟声敲响，唤醒我沉睡的心灵，一天的早课即将开始，学院的菩萨们陆续上线，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大家欢喜来读圣训，让我一次次与仙佛更亲近，感谢仙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资粮。愿一切都平安吉祥，愿世间都和平安康，感恩上天的慈悲。感恩上天的慈悲，今天我们继续从第百孝经46句的信中训，好，我们来学习再复习一下的啊。好，我们素如来读一下。入孝出悌自然安，不孝乃天地之精义，应当则之，应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故先慎见交，交之可以化民，故先之以不爱而民莫疑其心，臣之以得意而民心行，处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视之以好恶而民之敬。今倡提孝道，主在端其本，立其基，本即心也，先正其心，正其行，心坦然，性安稳，则日常中以身示道，承上启下与合宜，由己做起，端正风俗。好的，这一篇呢的重点从孝是天经地义的天性的发挥来谈先圣先贤古圣先贤他们教化人民怎么教呢，其实就是教人民孝道啊，因为人民如果懂得孝顺父母他就有了爱他就不会疑其亲。疑其亲就是不管父母亲是把父母亲遗弃了这个叫疑其亲因为有了爱就不会那因为懂得孝就有了德跟义，这个品德啊还有做人的道理啊应该做人的那一种修身立德的事情就不会不晓得该怎么做所以人民就不会变这个我们说人民就会和睦相处，人与人之间就会相亲相爱这个国家就会和平，世界就平等太平那这样子的一个孝道的提倡就是古圣先贤他们都是先王，都是这样子来做的好，我们继续来读第47来淑娟。君在因孝故自孝，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无孝道之尊德之本。因小故生我也，母举我也，哀哀父母生我娶劳，欲报生恩昊天罔极，尽孝无难，承顺其心意，有隐无患，事亲居至恭敬，养至欢从，病至错达，有一分应尽一分，或富或贫者皆是各量己力。如苟活人，无积薄离，恩出心中，然枯于闲所，几何不度？二亲之寿，忽若过隙，莫道疏亦尽，翁不止，子欲养，亲不待，悔之晚矣。好，这一季的重点同样是在提醒我们要懂得感念父母亲养育我们的那一种辛苦的恩德那懂得感念自然就会懂得孝顺那千万不要等到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养亲不待意思就是说父母亲不在了想要孝顺就来不及了好，那个素珠。亲死之孝后悔难，手抱婴孩方知亲老，父母恩深可比山高，谁无父母可以依靠，失亲儿女如鸟失草，
为人儿女当能尽孝，立身行道，扬名得韬。父母尚在奉养承报，度其求道同修灵秒，莫等无常一朝来到，亲人遇虎受罪煎熬，那时后悔再难行孝，灵前祭拜枉然哀嚎。唯以真功真德回向，超拔脱苦洗罪业涛，尽孝即是才对，成婚成欢无悔，进而发扬道业，度化有缘归绝，孝者才得尊贵，可享宗庙神威，得名禄寿未备，移民移人勿亏，孝感动天，困境迎刃解。哦，这一篇呢的重点是在讲大孝哈，怎么尽大孝呢？就是如果父母亲还在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奉养承报哈，而且最重要是要度其求道，同修灵苗啊，这样才能够尽这个大孝了。不要等到无常一到，你没有度亲人，结果亲人在地府受煎熬，那时候呢，我们的心如何安呢？啊，而且父母不在了，我们要行孝也来不及了啊！就算灵前祭拜哀嚎，也没有徒枉然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啊，真正来尽这个大孝哈，立身行道，哎，然后呢，度化父母。让父母也能够同修啊，将来同还礼天啊。好，业力讲师，孝在心，孝不在貌，不夺一生彻九天，绝世有名度坤乾，人觉未有天觉贵，普度收缘占白莲，学圣礼贤佛事办，善养浩然仪翩翩，树得后生道一贯，泱泱不绝玲珑观，率性为道无名史，如风史诗百世传，存诚不必素心见，卧龙宴起足智浅，亏盈幽归由神论，庆智而行使命般，一生真诚金刚练，笑看昙花戏人间，鸿鹄高飞天地阔，云淡风轻名自甘，共邀知音赏幽兰。好，这一篇呢重点告诉我们，尽这个孝道不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孝养父母啊，其实尽这个孝道也是我们像古圣先贤他们那样子的学圣礼佛佛事办啊，也其实也等于是在办佛事的，孝道也是在办佛事。还有呢，善养浩然仪翩翩，尽这个孝道也是在养我们的浩然正气啊，让我们呢仪态翩翩，同时呢，尽这个孝道也等于哈古圣先贤如风啊百世传那样子的一种啊，影响人心呢非常大啊，所以我们看历代的很多有名的哈这个古圣先贤，像卧龙先生呢啊，他们那种智慧涵养啊。其实平常在家里啊，把这个孝道尽好啊，自然呢、啊、那个智慧就会大开、啊、而且还可以一生练金刚啊，这是这样的，把我们的那个法身金刚练得非常好啊。所以尽孝道不是非常简单，好像只有奉养父母这样啊，它是修炼心性最好的方法啊。好，素如再来读一下。孝贵实行不在言，人之行莫大于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身体顶天立地之人，天性出于率真，孝心乃天然，察入而义理，事亲如何无为，当可如居至敬，养至乐，病至忧，丧至哀，祭至严，为近亲者当念念尊重，诚景和婉顺承，得欢颜，不忤逆，不慢怠，尽心竭力为始，时时持孝之始，为愿利己，切切体孝之中，为行正品，行有道，得本也。好，这一句的重点呢、啊，在讲说孝
要去生活当中实践的哈，所以啊，实行不在言了哈。那怎么做呢？生活当中积致敬，好，就对父母亲那一份哈，敬顺的心呢，养养自乐啊，就是让父母亲能够宽心，能够喜乐哈，不要让他担忧的意思。病自忧哈，父母亲如果生病了，我们应该要去关心，甚至呢要担忧哈，这个把它放在心上哈，要去照顾。丧自哀，一旦父母亲过世了，我们要啊这个办这个丧事啊，宁可多哀其哈。那祭自言啊，等到父母亲已经啊离我们很久了，但是也不能忘记。慎重追远，每年每年的祭祀祭日、啊、所以这当中都有那一种啊，为人子啊，为人女啊，要尽的那种孝道、啊、要念念尊重、沉敬、和婉、顺承啊，那一种心啊。来，淑娟，孝子齐家全家乐，不孝乃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为人子女者，必孝于父母；而欲孝于父母者，必修道含德，守格其外物，治其良知，正守本心，诚其初意，保其真性，圆明安舒，修其善身，气量广大，既知能达治家齐，其家乃治国平天下之本。一家人，一国兴仁。是故欲父母以道，兄弟入礼，以道修身，以德润身，秉天心，存善念，怀大志，创圣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齐其家，修办何乐哉？好，这句的重点哈、啊，就在讲修身齐家一定要从孝道做起。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全家就会非常的和乐啊，齐家啊，孝子齐家，全家乐啊。那所以孝顺一定是从家啊，孝顺父母开始啊，来涵养自己的道德，德行，然后进而这个叫做修身啊，进而让整个家都非常的和乐，那叫做齐家，齐家。这样子才有办法将来啊为国家所用啊，那一孝作忠就可以来我们叫做修身齐家，而后能够治国啊，甚至能够平天下啊。那这个治国平天下也是推展孝道了。这个以道修身，这个道呢当然就是从孝道开始。孝道啊，以德润身，因为孝是一切百善孝为先嘛。我们修身立德也是从孝道做起。那个素珠来帮我们读一下52。孝子，治国万民安，观百行之机，万行之始为孝，察圣门之传，贤哲之立为孝。孝，行于家则家齐，孝治于国则万民安，知孝知尧舜治天下，克民俊德，以亲九族，力行孝悌不亏，而可达其家治国也。其家之道，乃治平之基；中士之道，乃治平之者。故使行德正，其德永驻，此乃承袭圣人德教。品行治国九经，格尊五达道，自可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使其祸贫而安邦定国，人人安居乐业，必老安少怀。故治国以三纲定社稷，五德尊乾坤，以贞太平。好，这一句是在延续前面讲孝道可以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这边进一步举了尧舜啊，尧舜的例子，尧舜治天下，克民俊德，以亲九族，这个就尽孝道了啊，从自己家里延伸到九族
啊，这种齐家，哇，那是这个大家族都齐家了哈。然后力行孝弟不亏，进而推而广之，当齐家了，就可以来治国啊。那家如果没有处理好，没有齐家，那你要去治国就很难啊。古人认为，齐家治国那是有一个先后，你一定要先能够齐家，才有办法能够治国。那齐家就要靠孝道。尽孝道啊，孝道做了，自然那个五达德就达到了，仁义礼智信啊，三纲啊，君臣父子夫妇，仁义礼智信就能够运转乾坤，以真太平。好，业力讲师，五谷丰登皆因孝，孝是一股强大光明的力量，可以造就温馨和谐又欢悦喜乐的磁场。五谷在孝心感应下都能起良善的变化，蔬果鲜美健全有机，稻麦与芽菜含藏活力，花朵盛开光彩又美丽，四季丰收乐无比，汗水融在笑容里。因为在孝子的世界里有爱、勤奋以及毅力，从蚁走壁不会侵袭，雨水滋润不会过于不及，阳光给予欢呼，天人真心祝福，万类感其德，真诚祝之，满愿如意。好，这一句主要是在讲一开头说的，孝是一股强大光明的力量啊。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懂得尽这个孝道，他是一个孝子，从他的身上就可以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光明力量啊，然后。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在他的世界里，就会有爱，大家就晓得勤奋啊，虫蚁都会走避啊，不会来侵袭他啊，雨水也会风调雨顺啊，不会过意不及啊，阳光也会欢呼啊，天人真心都会祝福啊，你看那种强大光明的力量啊，真是不可思议啊。好，素如。一孝即是太平年，为臣行孝悌者，其心必仁慈宽厚，明理达义，并必无非礼犯上之事，悖逆诈伪之行。其人能推孝友之道，使伦常昭著，门庭瑞霭，家道昌明，家范教化，推及庶民。臣能亲其亲而长其长，乐其乐而利其利，使民风淳善，方长福礼垂昭，横贯流行，佛心得风，以推到四海，意欲同化，近月并远来，是以人人皆孝悌有信，成其善行，得道切不作，谋必不兴，门庭焉虚闭。好，这一句呢是在讲一个孝子行孝道，行孝悌之道者，他的心啊会充满着光明，也就是仁慈宽厚啊的那一种啊慈悲心啊，而且他的内在的那种光明能量啊散发出来的话，影响所及，每个人也都会兴起那种效法之心啊，所以很自然的就会去推动这个孝道。自己本身做到了，他的影响啊，推而广之，很多人也会跟着起来啊，一起来尽这个孝啊，所以民风也会跟着改变啊，民风纯善啊，那纲常古礼也会慢慢自然而然哈、能够推而广之，国兴德风，推道四海。甚至呢，对于域域同化，域域就是指不同的国家地区也都受到同化啊，不同的民族也都受到同化，甚至近夜远来，人人都晓得要孝悌有信啊，所以这边讲那一种光明的能量啊，真的是非常大啊，那个孝子的心影响真的是非常深远。好，淑娟继续来读。仁孝不分贫和富，生民之等，孝为之先，让生送死，
其义最大，于其生也敬爱己之道，于其死也敬哀戚之情。不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以省双亲，扬名孝之大。至于生死始终，无所不用其极。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次能让，不关乎富贵贫贱，得失荣枯。于膝下亲言之信，此为完足。于天经地义之理，使相贯通。于德教正义之化，使人畅遂。何教所由生，又何于乎？好，这一句呢，特别再把这个孝哈、啊，重新再给我们提点。孝呢，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哎，立身行道，以显父母，扬名后世。哈、啊，这个大孝，这个叫做尽大孝啊。那这是《孝经》里面所讲的啊。那所谓的大孝呢，这边特别还提到，大孝终身慕父母，要懂得尊亲。哎，其次不入啊，不会让父母亲受各种的哎不好的那一种批评。哎，因为自己做的不好了。其次能养啊，是奉养父母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了啊，所以尽孝呢也无关乎你有没有钱啊，贫富贵贱都没有分啊，得失荣辱也没分啊，只要尽那份心就可以了。好的，那个素珠，善体清心是孝难，侍奉父母最重要的就是要能体贴清心。用真诚、喜爱、尊敬来表达仁子之孝。历史上先贤古圣，其纯真、美善的孝行，刻画出亲情的欢乐、和谐与可贵感人，传颂遍世界各地。从古至今，深植在后人的心中，成为永垂不朽的佳话。而我们除了无尽心以礼敬赞叹古圣先贤孝心孝行之外，更要企鹅效法，把握父母在生之年，用真心真爱真情来快乐温暖父母的心，让子女的温顺体贴成为二老永恒的守护不道的依靠。好，这个地方呢，特别啊，跟我们讲到怎么尽这个孝啊，最重要就是态度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啊，要能够体贴亲心，要用真诚啊，喜爱，要尊敬，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态度啊。孝顺父母最重要是那个态度，哎、啊，那有那个礼敬啊之心。有那份真心，那份真爱，那份真情、才有办法去感动父母的心、那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将来他们也会比较温顺体贴、再来我们请业力讲师、兄弟和睦即为孝，天下无有不是之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兄弟情谊，一目所生，勿离勿弃，贫富穷通，福祸共栖，兄弟既系，和安且安，同生与异，不分此彼，手足爱恭，长幼有序，欢颜一世，世诸大体，立傲如相，学顺之行，推田相让，怨尤平息，勤俭持家，先至免替，家和人献，祖德留遗，父母携骨，长诸国器，德忍争端，忘却孝依，无为生养，亲恩往昔，便起细强，惹亲伤及，为人子当承欢膝下，若错良机，欲孝难息，知恩惜福，尽孝奠基。好，这一句呢特别讲到兄弟要和睦，就是悌道要做好，因为孝跟悌我们通常都是合起来的。怎么讲呢？一个懂得尽孝道的人，当然兄弟一定也会处得非常好，也会这个悌道同样也会做得好，那这边就提到说，
如果兄弟不和，父母亲啊也会很伤心难过啊。所以剃刀没尽好，通常孝道也做不好啊。那孝道做好了，剃刀一样可以做得很好啊，因为懂得孝顺父母啊，就会有爱兄弟的意思了。那兄弟不和，一定也不会尽孝道了啊，这个意思就很清楚啊。好，素如，忍让二字把孝全，处事立身，孝悌为本，兄弟和睦，忍让克尊，仁者习怨，保家安身，让者谦逊，无起纠纷，有爱堪忍，慈悲恕人，有情退让，本是同根，齐家和乐，真诚感人，姑嫂相爱，包容关心，妯娌互助，姐妹至亲，有事商量，沟通原因，动机纯善，利己利人，有错之改，另作心明，顽石点头，全凭爱心，气度宽宏，福气祥真，孝顺父母，菩萨二尊，修善立德，择吉子孙，天地重孝，为人感恩，无有父母，何有我们，木本水源，代代传承，缔造祥和事，万众得欢心。好，这一句特别再把这个兄弟和睦进这个提到啊，特别哈、哦、给我们提点，甚至延伸到妯娌啊、姐妹啊这些，家庭要把啊，因为以前都是大家庭啊，你如果孝道尽到了，这些自然都会很好啊，就会全家安嘛啊，那如果剃道做不好，孝道当然也不可能做好了。那妯娌之间也不会好啊，也会吵来吵去，所以孝道呢是最好的一个推展啊。那这当中一定要先从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把他当作两尊的菩萨来孝顺啊，然后修善立德啊，择吉子孙啊，自然而然呢、啊，兄友弟恭，妯娌和睦啊。姐妹至亲啊，这些自然就可以达到啊。好，那个淑娟，要从难处见真相，父母亲育幼恩养，儿女何以报偿，每事推干居安卧，内心感恩感伤，生怕儿女身受伤，呵护叮咛耳旁，幼学壮行握方向，牵肠挂肚奔忙，儿女远行事业创，父母亲泪流成行，父母爱子女远比山高与水长，父母亲培植恩养，儿女何以报偿，惊觉父母话苍苍，触景心痛心伤，惜儿女导之高长，用心教化育方，真爱滋养开心窗，心灵圣洁明亮，父母永远是导航，守护着儿女成长，未尽蜀水关，曾祈祷父母不受伤。好，这一期开始给我们再次提点父母养育儿女那份恩德，实在是如山高水长，我们永远无法报答。然后就提到说，父母啊就是儿女啊最大的保障，也是永远的导航啊，从很小很小开始啊，就给我们很多的教导，养育教育哈，牵肠挂肚奔忙啊，就算儿女在创事业啊，这个父母也是在那边从旁既担心又想能够协助帮忙这样的啊，很多很多的父母的用心，我们都要为人儿女的都要去感受体会哈，所以这个地方最重要是在提点我们哈，要去感受到父母亲对我们那份爱。那个素珠，笑容满面成亲眼，事亲者必须和其眼，悦其色，诚心敬意，不生骄傲骄慢之心，怠慢之意，轻慢之神，傲慢之色，时时笑容满面，言辞柔婉，故修饰必以行孝道，凡事恭亲，不假他人之手，奉亲之者
不推脱逃避，不敷衍了事，日常生活必使亲爱于亲律于规律，食饮有节，起居有常，身心灵皆健康，引亲入大道之门，启亲门真理之奥，使亲灵福音之美，令亲睦甘霖之者循序渐进，涤化父母，启发本性之自然，参与道常之事物，其能正己成人，广结善缘，普度九六，道化天下。好，这个地方特别跟我们提点啊，是事亲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态度啦，要和颜悦色啊。尤其我们尽孝道啊，一定不要忘了要度父母亲入大道之门，要启亲民真理之奥啊，也就是说，让父母亲知道这个道的真理，也知道修道办道啊，让父母亲也能够像我们一样啊，得到道的启发，启发我们的本性之自然，能够参办道务啊，道场事务，这样子将来啊，父母亲也可以一起返回礼天故家乡，这样也有助于普度九六，道化家庭，道化天下。好的，我们今天的读训就来到第60句哈。